我是桌游菜鸟。我们今天要来开这个很神奇的扩充哈 ，Middle 的 Cards and Sleeve Pack。这个扩充非常神奇哈，其实非常，我 也用神奇来形容是比较客气一点，严格来说是蛮敛财的。这个扩充要8.5欧元，还不含运费哦，所以如果你自己从国外买的话，你不但要付8.5欧元，还要付运费。然后它的内容物是什么呢？它其实只是 Middle 的一个小扩充哈，然后这个小扩充里面呢，只是几张牌啊，如果没有记错的话，好像只有六张牌跟3包牌套。哦，你没看错，3包牌套。我在网络上看到的时候，还以为这什么神奇的牌套，要卖这么贵，会不会是牌套的背面有那个 Middle 专属的图示？就没有。等一下我们立刻开箱给你们看。然后你看，我们把它打开，倒出来真的是3包牌套。然后这3包牌套呢，是这个他们出版社的挂名的牌套，不过这一看就知道是代工的嘛。然后真的就是牌套。没有任何的特别的地方、哦、我还以为卖比较贵有什么特别，然后再倒，哎，你看里面是空的嘞，什么都没有，然后有一个信封，那我想应该就是它的扩充了、大家都知道 Middle 的扩充都是用信封装的，然后我们来看里面有什么东西，然后把它倒出来，然后就是这6张牌、哦、非常神奇、哦、这严格来说这就是一个3个牌套6张牌的扩充，然后卖你8.5欧元。然后还有更神奇的，它没有规则书，它的规则书让你自己扫 QR code。然后当我去扫这个 QR code 以后，发现那个网站是波兰语，我还看不懂那是什么东西，我就一直很疑惑，这个扩充的规则书到底要去哪里找呢？终于在 BGG 上找到网页，然后有一个英文说明书，然后大概像这样一页的英文说明书，我还要得把它自己印出来，然后长这样。好，这个就是 Middle 的Cards and Sleeve Pack， 相当坑，但是松鼠病患者一定要去收的扩充，非常无奈。我是桌游菜鸟，我们神奇的坑人桌游开箱，下次见，拜拜。